美食天地，你我他。今日咱这道菜吼，我感觉讲感觉就水透的。加一道菜，你创到几道顶？咱要做两项啊。一道菜你创到几道？要做两项，是吧？哦。要怪。熬鱼、熬海鲜、熬面，这到底是要三种来结合在一起，还是分做两项啊？该分开用。咱当然要做这个酱。啊，会使做这两行，有啥要做只鱼啊呢？好，一斤咸干卖这个口味，压这个钱，一工啊卖百二只，百二只，对，放客去就是要食呢。啊，你哦，百二只，够人家讲的真好吃啊，真的吗？尤其这个热人，这个清凉感，哎，真的加那个柠檬就有点比较清爽哈、所以跟妈妈那些呢，阿龙山一组讲，就是看季节性，看那观众朋友交流的料理的这个呢的菜色。那我今日分享的这两道，你给我介绍一下，要安怎多一项物件配多一项啦？啊，无我呢，干那无啥啥。咱即马吼，加海鲜，含这一项。海鲜配面就对啦。这一项。阿姨啊，这样子行。阿姨啊，这一行，那都是两道菜。对，我时间无介长，唔好去介遐久呢。没，你看这两道做起来要点偌久？唔免啊，真的吗？唔免啊，简单料理吼，重点是要教咱性格的观众朋友吼，来做这个酱。这个酱吼，较早人讲五十万买的啦，还是讲唔免啊，阿都。交流啦吼，所以讲你今日开五十万，你来咱用这些酒，准备这个，这应该我知，这刚恁一届看到迄个什么红梨面吼，哎，这伊都是过去。啊，来红梨面，啊，这海鲜在你传啦，在你传。你爱食什么海鲜都。啊，这有砂龟啊啦，砂龟了冰镇过了吼，冰镇过了，啊，这是鲈鱼嘛，鲈鱼，啊，佮有洋葱，啊，搭迄个柠檬吼 ，OK 好。好，阿今妈再麻烦老师，你讲五十万的价值的酒到底？这尾鱼啊，真正入面啊，一工啊卖百二只，惊死！天时地利人和，唔是大家人嘛开店啦，我都百二只，我嘛要开。但是真正口味好吃啊！真正好，阿姐好哩，因为好吃物件过我的手，这秘密一只。那给我派上困难。对，等下接出来呢。好困难。这不简单的啊！真正吗？你先评一下哦，你就生我。我介意你讲明。好好，阿姐哩。啊，过来，咱同重要一关，这叫鱼露对吗？鱼露，啊，鱼露袂，就是爱叫关干，关干啦，啊，袂使甲偏哦，袂使偏。你偏了，怎啊？你唔敢食这物件？为什么？这鱼我嘛袂晓讲，这我袂使甲你教歹。袂晓甲我教坏了，所以讲你打鱼露唔通偏。啊，这蛮偏哦，这偏起来，你会去直接偏啊只吼。啊，你过来，你做好的物件，你就有一点脆步了吼。老师。我的力无足大呢。哎，我你今仔第一日我回来，定啊做有食的。哦。啊，我硬蒸的呢。对，互你蒸了，我好好吃了。哈哈。哦。来来。啊，迄什么啦？这种的鸡酱。泰式辣酱吗？无，这唔泰式，这鸡酱。这有变的，外口拢在变变的。啊了。咱牛汤哦，一锅泡水，一锅来切做一点。安尼哦。嘿。切有迄个细细的吗？对，咱来剁鱼吼。剁鱼，挂辣椒拢爱剁油吗？对。切细。哦。啊，你会使来拉。我拉。哦，啊无这。拉伊拉。个南瓜藤，老师，你南瓜免讲，你知伊南无？哦，南瓜藤。你人家是看有伊。个番薯番薯。加点糖。一时汹涌吼，伤紧张啊！对，你卖紧张，我无甲你管啦。赶快，咱冲到背后你啦。哦，我你酒，哎，对我紧张起来。嘿嘿嘿嘿。好 ，OK， 好。还有便宜啦，去买迄个鸡酱，人就甲你讲，甜鸡酱。好啦 ，OK。啊，赶快淋一下这。对。哦。你今晚在谈话吗？好吃，好赞哦！咱这搁加寡，你感觉好无？好啊啦，卖淋遐济啦。啊，你看看卖无？无爱呀。好啊啦，会做好食的呢。点做食？好啊哈。好，咱今晚要甲呈现啦，咱今晚炊鱼啊，咱食鱼汤，起来底。好。伊较袂黏盘啊。好。爱喊我。来来。就是爱喊我，不爱吃我。啊，直接甲淋南芪。吼、哦，这南芪正办的。啊，放八度。我惊这边无味。啊，这吹出来伊就会出味啊。安尼哦，这会笑呢。
你来啦。所以讲这，改讲哦，师傅就是师傅，我无多好笑。哎呦，那靠，职业的因为小嘛爱啉奶，咱那即马杀出这个盘。哦哦，你安尼就会当啊？哦，安尼就当啊，安尼就使做出五星级的柠檬柠檬面啊。阿尼，我咧，哦，你看，加黑黑哩。哦，主人给你做，主人看你了要许偌济，看你的生意啊。哇！摆开摆卡，互伊看开。摆管定呢。嗯。你主人，你摆这嘛爱面较笑的，啊无人，你敢惊人吃？爱面爱笑。阿爹要下落无？无阿爸伫内底许爱下去哩。哟，这安尼要甲展示一下呢。哦，伫这个摆这当中。你会当发现着啥物？我有发现讲。这料用料吼，用料扎实，用有美感，嗯、对不？无少的动作，我安怎感觉我美感做美感？啊，这好哩，这个我擦掉。哇，你黑起哩啦！啊，安尼安尼，囡仔学着歹看，歹模样。我擦，甲操数学，哎，老师来这些啊！安尼我就不算了。啊，较正经袂大，迄囡仔拢无咧看咧。我做老师的人袂使呢。安尼是哦。哦，这有你的加持。好，安尼好啊。好，较早有你。好来。啊，这50万有你。50万吼。嗯。啊，等者，等者，等者。柠檬阁刷一个，吼。还阁甲切柠檬入去内底哦。啊，互伊。迄个夏威夷烤蛙鱼安尼。烤蛙鱼吼，夏威夷的味道啦吼。啊，这50万呢？啊，用好开哦，对啦，我小只讲你个，是是是，哇，我怎么这么怂的死嘞？今天这有需要我家己爱检讨。啊，你那动作，家己学生拢像我咧戆戆去哦。好，啊，这个啊，兼画龙点睛，无爱用笔啦，五星级啊，五星级啊，哟，五星级，甲画里边看两个啊，哟，画在这个会议馆顶，因为咱做五星级的。哇，主人，啊你，你甲冻好嘛？冻诶，热色。来。哇，冻未安无色。啊，冻未咧，未色，哎呀，等。哎，搁差3分钟。咱两字才说会出，马上回来。30秒，等30秒就刚才刚3分钟。啊，你甲冻好过无？好，我搁冻。嘿，讲价者，无人伊也毋知影看。安尼，轻轻啊，冻诶就过安尼，啊，等你切啊。安尼切啊。有啊，有切啊。嘿，切。好来，按落。落。老师，老师，啊，对啦，较专业的，好，安尼，安尼，啊，再来，再点一个，画龙点睛的，嗯，来，这叫迄个长啊丝，对吧？对，盐水，盐水，高山茶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哎，赞呢，感觉去个巴厘岛，穿迄种迄个泳衣，咧食这道菜，感觉清爽。真正赞的，你想要吃就要家己做。今日完全拢无甲恁唱不贴步，甲全部拢教好你，你家己甲学起来。要吃什么料，你家己做，安尼就可以咯。我们下次每个天地，再来邀请阿龙师咯，哈。谢谢，感谢，再见，拜拜。